街坊邻居们都在这儿呢哈，看看我啊！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是不是不穿保安服，穿上这个经理的服装，是不是特别的帅？等会儿，等会儿，那谁，小彪啊，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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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在办公室等你啊，抓紧时间，好不好？我这一天的我的业务啊，我是非常繁忙的，我没有时间啊。我早就进屋了。你说你都进屋了，你接什么电话呢？这不浪费电话费吗？这不表示亲切吗？亲切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哎呀，哎，看看我这个工作的环境，坐吧，没事，都真皮的沙发，来吧。哎呀，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来我这儿参观呢？啊，我这不路过嘛，一寻这小区有你这个老同学搁这当保安呢，我就看一眼。那会儿怎么当保安，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啊？我现在这个行头，这个气场，这个环境看不出来吗？这个物业的总经理知道不？哎呀，哎呀，经理呀，对，哎，不对呀。经理那不是田笨笨吗？你看看他这个名气，还田笨笨，一个笨不行，还俩笨，还笨笨。下去了啊，这个现在是我的手下当保安呢。啊，不是，厉害吗？下来了啊。来，你先下去，别坐这儿了。你怎么样啊？啊？怎么的？这还给田笨笨他爸开车呢？不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他爸给我开车，我是董事长。你董事长？嗯，不用管我啊，我找下衣服。小脸看我衣服没？田经理，你不说你今天休息吗？我休息，你就穿我衣服呀？那个，你知道，他是我同学，你知道吗？我知道。哎呦我的，从小就贼能装，贼能吹。我跟你说，我一直我想个办法，我想治治他。所以说今天希望你配合一下。我打算呢，我想当吧总经理。那你当经理我当啥呀？身为一名保安，怎么上班你不穿衣服呢？你啊，这这这这这告诉你，这这这法律就是看什么这啊，这这这明白吗？明白。我这个现在有气场，我的气场就碾压他，你知道吗？哎呀妈，气场真无数。你先等气场啊，你给我整点汽水得了啊。我来半天这家伙渴了，不是喝水吗？你等我等。哎，我接点去啊。那个，笨笨呐，啊，下来了。啊，下来了。没事啊，别上火啊。那个，我请你帮个忙呗。你说，你看那小子没啊？从小我俩就不对付，啊，贼拉能吹，贼拉能装。我今天我就想治治他，你配合我一下呗。我咋配合你？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爸。是什么？我当过那董事长。那你当董事长，我爸当啥呀？你爸，你那谁，来了，哥俩。司机的儿子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
疯了。还聊啥呢你俩呀这哎呦我的妈这俩人是真能装啊有好戏看了啊那个啊二位领导我打扰一下啊我爸呢一个司机这个时候能干啥呢擦车的呗笨笨笨笨哎呀我刚才上你们这个小区转了一圈还可以是是是那个爸你这屋也行啊你第一次来第一次来你这样你帮我那个看一下那个规划书你帮我那个提点意见你说我第一次来你让我给你打工啊不是你参观一下我办公室你还有办公室对来这屋啊这屋行你有计划书没有在里边的你歇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好你干啥呢咋的在这许愿呢不是我你看这沙发真皮的你这样你看你司机来了给你吓司机来了能给我吓我给你让他出来你让他出来你看看我气场我压下去考虑一下你就那个笨笨的感受来笨笨你过来来坐这儿那个经理跟你聊一聊你爸咋干的呀怎么把自己活给干丢了呢你管好自己得了啊那经理我爸肯定能东山再起是不是那还起啥了你爸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你再起你说我就起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不还是一直保安吗啊不是我说我干了这么长时间有起色从保安干到了经理现在这个身份是吧对吧哎呀我这看了你这个啊还行吧啊好还可以啊是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小区的规模呢算是个中等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计划书呢咱们可以再深入的研究一下是爸你咋看这么快呢就没看仔细你再回来看干啥呀你回去再帮我看看这孩子你老撵我干啥呀是撵你进去再躺着不你先等我我先仔细看看你吧来你咋穿个保安的衣服呢爸说你呢我这才知道打进来就让撵我你是怕我看见你当保安吧不你咋跟我说的呀咱家这么大企业我让你跟我干买卖你非说在物业干一番事业你就这么干呢你就从经理给我干成保安了我说你看着这样我看啥样我什么情况你这是误会了我怎么误交给我没你事这里我明白了你帮我一会儿我帮你一把好不好叔叔你好你好这谁呀这是不用管我是谁我就想问一下您您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的田笨笨我儿子我有啥不要说话了我就想问问你咋干的怎么把自己活干丢了我自己我啥活干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落差我有啥落差呀你原来啊是我们田商集团的董事长等这怎么回事怎么还原来呢原来啥意思你注意点我明白对不起我叫错了这孩子你这位司机叔叔谁是司机叔叔他怎么还跟我说撤职的呢我告诉你别说那没用的了什么意思这是气场切给丫头这孩子说话你这是那个谁司机叔叔啊别说了那个爸什么情况你这样你先进屋待会儿我过会儿跟你解释你别过会儿了你再过会儿都给我说撤职了说退休了就是什么情况你那个是这样就是配合了一下
这么回事啊？这家伙，这打进门没注意呢。你瞧这造型呢。哎呀，干啥呢？在沙发拜把子呢？董事长好！不不不，董事长！哎，董事长，董事长，你坐，你哪能站着呀？董事长，不，坐。董事长，你看，别得罪董事长。不是我那个，我不好意思啊。你看你们领导之间谈工作呢，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方便、啊？方便。你董事长咋说话这样呢？董事长，我要不要回避一下呢？不用，真不用吗？不用啊！哎呀，对了，你看咱公司大事儿，董事长，你看这有一份这个刚刚人家传过来的1000万的合同，你看这个咱们公司谁签一下呢？不是，董事长您签吧。我签合适吗？您签的不合适，那我签的那就更不合适了。干啥呢？怎么跟你司机说话这么客气？气场，这来，气场碾压他。啊，那个不是这字，你看您是不是签一下？董事长，您签吧。不，那个不是我们公司是这样，1000万以下的都司机签，2000万以上的才董事长签的。对、啊，你看我还忘了一茬了，这是我们公司的规矩，1000万都司机签。啊，这个董事长，这有一份2000万的，您签了没？你看这个。2000万，董事长，我错了，我不装了，我给你唱加油去吧。来，别，这孩子，你说，哎呀，多亏了这位司机叔叔了。这谁司机叔叔？刘啊，我跟你说啊，你这毛病又犯了。你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我提醒你多少回呀？别装，老吹牛，气死你！知道了，我这不早就看出来了，在这装的，露馅了吧？我跟你说，我压根我就不骂你。行了，你也别装了，你。这家伙，你以为穿上这衣服你就是经理了？脸不还那么长吗？这孩子，你瞧瞧，我说你们这年轻人，你们都怎么回事啊？这呀，装啥？吹啥呀？吹呀！啊，事业是靠自己一点点打拼过来，你以为换个衣服就行了？再者说了，你当保安有啥丢人的呀？哎，当司机有啥丢人的呀？你带机关枪来了？啊？我再问你一遍。当司机丢人不？明白了，他从心里接受这个意见了，是吧？接受了没有？接受。啊、哦，干什么工作、什么岗位，那都是光荣的，都是重要的。是，对。你笨笨也是，你说你身为一个经理，你说你不阻止他们，你还跟着一块儿，还配合他们，还演戏，你整的我还让我配合，配合啥呀？配合。你这正事儿全忘了，我让你找那人，你找着没有？你来干啥来的？啥人啊？你说啥人？上午捡包那姑娘，你找着没有啊？啊，那个，董事长，我光顾装了，我忘了，我现在找着。孩子，我跟你说，他是一天天咬咬你什么呢？你这气场都丢了，你看看我，看你啥？滚！哎呀，那个爸，去你这小子，这找什么人呢？啊，我这次来小区啊，我跟你说啊，有这么个事儿。这一早上呢，我在你小区门口，这包呢丢了，这公司啊那个章在包里头呢。啊，哎，我一回来，就你们小区一个姑娘，哎呦，在门口的站着，一直等着我，人家把这还给我。哎呀，我寻思让他把这姑娘找着，我好好谢谢人家。对，得谢谢人家。嗯，拜拜。嫂子，别生。拜拜，小米姐，哎，我不都告诉你了吗？工作的时候你别来找我。
我找你就是工作的事儿啊。笨笨，嗯，我说就是他，就是这姑娘。啊，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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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你好，这姑娘你看看，啊，这是我爸，对，我儿子，笨笨，叔叔啊，对，叔叔，叔叔您好，你好，你叫啥名啊？我叫小米粒儿。小米粒儿啊啊，就是那个我跟你说这追我那个小米粒儿，啊，就是你啊，对，哎呀，这丫头真好，我跟你说，这一早上在那门口等着我，这叫啥？拾金不昧呀、啊！哎，不，哎，就是这话说的，你捡了个破章，他没捡到钱，他就不叫拾金不昧。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儿，啥叫破章啊？啥叫破章啊？这我们公司的一个章，你这几千万合同全是他盖，这比钱还值钱呢。哦，真的好好谢谢你，小米粒儿啊，你说吧，叔叔咋感谢你？哎，不用，叔叔给你来个红包。不用，叔叔，您太客气了，不用。要不一会儿叔叔带你出去买点礼物。不用，叔叔。那怎么也得谢谢你啊！您要是真想谢呀、啊。你就谢谢笨笨吧。说他干啥呀、啊？他在我们小区当这个物业经理啊，嗯、把我们小区管理的可好了呢。嗯，我们邻里之间呢、啊，就像亲人一样，你知道吗？哦、所以说，只要是在我们小区，您的东西啊是肯定不会丢的。哎呦，傻小子，你是行啊！哎呀，好，那个小米粒啊，今天多亏你了啊。嗯，你先回去，改天请你吃饭，我替我爸请你吃饭。改天干啥呀？就今天呗。这姑娘说的我同意。再说了，还用你替我请吗？要请也是我请啊。对不对？那咱吃饭去。行，走，吃饭去。叔叔，小徐啊，下次一起啊。不是，这次啊，我有时间，叔叔，你等我一会儿，咱一块吃呗。